声又响，心中火就在执掌，我唯有握紧长枪，任众人笑我狂浪。山与渊只身闯荡，天与界人影翱翔，参正义无我无相，领主者不畏轻伤，手中的飞卷狂妄，血泪如战的徜徉。眉眼之间风霜，一心只顾无望，六道敢闯，虚空世界似镜中之花，风雪之下白衣孤华，杀身后是荣耀挣扎，一路闯翻闯乱世，问那风雨世界无尽的厮杀，情仇之灾刀口银牙，且看我风云洒塌，一路闯翻闯乱世繁华，一路闯翻闯乱世繁华。东伯领主，恭喜你迈出了第一步。宗叔，总有一天我能救回父母，对吗？嗯。当你强大到能够得到黑铁令的时候。昨晚欢宴到半夜，领主不多睡会儿。每天晨起练功，早起惯了。领主如此少年英雄，不是没有理由的。也难怪白元之、孔海都主动跑来。思安大人过奖了，是我有求于白大师。他们又何尝不是有求于你？你身居简出，许多事情怕都不了解。我亲自来就是为了提醒一二。有劳楼主赐教。这是龙山榜和血刃榜。龙山榜，根据省郡县三级龙山楼搜集来的情报编纂而成，记录了帝国境内所有称号级强者的排名。血刃榜，则是血刃酒馆整理的一份杀手榜。血刃酒馆是遍布帝国的神秘组织，聚集着实力达到称号级的杀手、刺客，他们只有称号，没有真名，除了项庞，他是咱们清河郡的第一强者，能勉强与他匹敌的，也就只有司家老祖司良红了。给你这两份榜单，既是希望，也是想提个醒。虽然你在沂水县实力拔群，但离榜上之人还差得远，切忌引火烧身。多谢楼主提醒。不必谢我，你是沂水县最有潜力登上龙山榜的人，若能助你成为称号级强者，我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你若只是人阶、地阶或天阶骑士，我压根儿都不会正眼瞧你。
孔海也不会，白云之更不会。但现在的你突破了流星级，离银月级甚至称号级都不远了，这让你有了利用价值。利用价值，楼主说得好直接啊。准确地说，是利益交换。有了它，你便可承接龙山楼发布的任务，获取功劳点，来交换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比如，让我想想，一直能救回你父母的特赦令价值多少功劳点来着？这就是所谓的利益交换。没错，变强就是为了让自己更有价值，来交换更大的利益，这是帝国的游戏规则。江湖路远，东伯领主，咱们来日方长吧。利益交换，不然白元之会轻易收你为徒。只是没想到雪鹰会主动跟他提这事儿，倒省了我一番唇舌。你留在城堡，好好跟雪鹰相处，对爹日后的生意有好处。生意生意，爹你这人都没感情的嘛，张嘴闭嘴都是生意。怎么，我的女儿是想跟雪鹰谈感情了？爹，你又胡乱开玩笑。爹的话也不全是玩笑，你早晚要嫁人，雪鹰啊是个不错的人选。爹，你再乱讲我真生气了。好好好，我不说了，我也该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告辞了。人家知道怎么跟雪鹰哥哥相处。变强就是为了让自己更有价值，来交换更大的利益，这是帝国的游戏规则。哥哥，哥哥，哥，怎么，这两天没时间陪你，不开心了？都是小伤，泡几次药浴很快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咱们不缺钱，买最贵的药草不光能疗伤，还能增进斗气。哥，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的苦。哎，这算什么？你还受过更重的伤。没有没有。哥，别再为我去冒险了，爹和娘不在，我就只有哥哥了。还有我们呢，再说你哥已经拿到黑铁令了，过不了多久就能把你爹娘给救回来，会好起来的。爹娘，我都快要记不得他们的样子了。对了宗叔，你不是说过我拿到黑铁令就告诉我当年父母的事情。差不多20年前吧，我和阿丽刚刚离开军队，在安阳行省的莫阳家族接了一单任务，寻找逃婚少女。莫阳家族逃婚少女，难道是娘？我就知道你们得被吓一跳。那会儿可有不少有趣的事。当年呐，我们一路追踪到毁灭山脉。
这些畜生，你快走！别胡说，没你帮忙，我早就被嫁给100多岁的老头子了。就算是为了报恩，也不能丢下你。该报恩的，明明是我。还有，我说过，以后别再叫我主人。有命了，能有你这样的主人，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能有你这样忠诚的朋友，也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后来呢？你和爹没把娘带回牧羊家？当然没有了，否则哪儿还有你和青石啊？他们俩呀，一见主人就都……别乱说。我是说你爹对主人一见钟情，牧羊家的委托自然丢到一边去了。后来我们四个便开始一起冒险。你出生后，阿烈买了这块地，用你的名字命名。那段日子，本以为牧羊家已经忘了我们，可阿玉的哥哥牧羊琛带着牧羊家超凡生命不可违背的玉灵来到了城堡。小鱼，东伯烈，跟我走吧，玉令在此，你们躲不掉的。哥哥，这么多年了，能够再看到你，我真的好开心。可是，即便是面对哥哥，我也要保护我的家，保护我的孩子。哎，我懂了，雀丫头，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小鱼，别怪哥哥无情了。小玉，没事吧？没事。杨琛，别欺人太甚。阿烈，放箭！阿烈，妈妈，婴儿，妈妈，乖，我害怕。婴儿，不要怕，爹和娘都在。爹，阿烈，你没事吧？我没事，雪鹰，这里危险，到城堡里去。东伯烈，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你该清楚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牧羊琛，你要抓我，我跟你走就是，但你敢伤我孩子，我就同你鱼死网破。小鱼，东伯烈，牧羊琛。阿烈，
我并不想毁掉整个城堡，不要再反抗了。林哥，看来要拜托你帮我照顾雪鹰和青石了。阿云，也许主人，我们四个共同冒险的日子该结束了。快来扫这个二维码吧，关注雪鹰领主动画官方微信，第一时间获取雪鹰领主最新幕后信息，见证东伯雪鹰超凡之旅。记得开通腾讯视频 VIP 哦，给我们多多支持，并且可以多看一集哦。雪鹰领主同名手游预约现已开启，立即扫码预约。那一刻凝望你，被月光拉长了身影，我的掌心降落一片回忆的晶莹，风摇曳着期许，仿佛你在耳边回应，温柔的笑藏匿眼底婉约的憧憬，回眸间昨日如同初见眼前，梦岁月落雪无声带走那思念，如果爱被搁浅，命运让彼此擦肩，没有你这世界不过一片残缺，转身一别心素飞舞思念，让悸动缓缓起伏你我心间，脚印深浅刻进漫长岁月，是眷念蔓延出新的曲线。明明是莫阳家的错，凭什么说我爹娘有罪？大法师，上边到底什么意思啊？听说东伯炼的长子拿到黑铁令了，就看他能不能趁着东伯炼还活着把他救回去了。小鱼，其实你一直都有机会离开这里，只要我跟族长认错，并公开宣布与阿烈孩子们断绝关系，